随着年纪增长，加上长期姿势不良，造成颈椎受力不平均，容易产生椎间盘突出，也就是俗称的骨刺。初期就是会手麻脚麻，到后会无力，肌肉萎缩，没有办法走路。我的真的是冰冷的，冰腿以下连穿衣服、连裤子什么都不知道。透过微创手术替脊髓减压，让患者免于瘫痪的风险。志伟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颈椎脊髓损伤。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伟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颈椎呢是活动非常多的关节，它有七节的椎体，有八对神经。我们现代人常常姿势不良呢，会造成骨刺快速的增长，甚至会压迫神经，造成我们手脚无力，如果不处理呢，甚至会瘫痪。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呢，我们针对观众朋友所 call in 的很多问题，我们请专科医师来解答。小朋友持续发烧，要怎么退烧呢？早期传统就是说睡冰枕，或者是说泡温水澡这一类的，或者其实还有一个方式是不错，就是降低衣服被盖。像退烧贴片，其实它也是一个物理性的退烧方式而已啦。那事实上它是不含药物成分的。我们一般比较在医院这一边的做法是很少是说会使用退烧贴片。小朋友发烧就要马上就医吗？第一天的发烧，不管是说物理性的治疗的退烧方式或药物，一天之内或者说在隔天的时候，整个体温就是完全恢复到正常，那大概可能它只是一个轻微的病毒感染。可是如果这种发烧情形持续大概两三天以上，其实是比较有必要就医。医师提醒，小朋友适度发烧可以强化免疫系统，若无高烧不退，而且活动力良好，一两天后就会逐渐退烧。仁医咨客室解答你有关相当医疗的问题。在节目进行之前呢，先介绍我们的 call in 团队。第一位是我们医务部的陈新元主任，神经外科的邱崇郎医师，蔡森忠医师，以及吴胜文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5613337。今天当在现场呢，为您介绍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洪翔医师来到我们现场。洪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洪翔医，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面对脊髓损伤的病患，他运用显微微创手术，将受压迫的脊髓神经与骨刺分离开来，达到减压的效果，并透过前开的手术方式，降低病患术后肩颈酸痛的问题，让病患能有较佳的生活品质。洪医师啊，你是神经外科吗？是。你们神经外科大部分是哪些疾病呢？是你们神经外科所要治疗的？举凡和神经相关的，例如从脑神经或是颈椎神经、胸椎神经、腰椎神经，甚至周边神经的病变或受伤，都是跟我们有治疗有相关的。对，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主题是颈椎的神经了哈。如果您也是低头族，你就要来看这段 VCR。您平常有肩颈酸痛或是手麻的症状吗？那可就要小心喽。随着年纪增长，椎间盘逐渐退化，骨刺增生，有可能会压迫颈椎神经，严重时可能会有瘫痪风险。大部分都是长期姿势不良所以造成那个受力不平均。像老师长时间抬头写黑板或者说有一些长时间使用电脑、长时间低头它都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退化性的骨刺。根据网络调查结果发现，台湾民众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数平均高达197分钟，居全球之冠。大家一有空就是在一直滑，大概一天花多久的时间？大概4-5个小时超过吧。美国纽约脊椎手术与复健医学汉斯拉吉医师研究指出，姿势端正时头部重量约为4.5到5.4公斤，当低头颈部呈60度夹角时，颈椎承受压力约27.2公斤，大大加重颈椎5、6、7节的负担，造成退化快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休息一下，抬头看看四周，
或者说当脖子开始有酸痛的症状，就一定要停止低头这个动作，要就代表说身体已经给我们提出警告，要该休息了。一旦固定姿势太久，有肩颈酸痛、手麻脚麻的问题，就应该尽快就医检查，以免错过黄金的治疗时间。洪医师，我知道颈椎一些受伤初级都会有一些症状，有哪些症状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看这个模型就是说骨刺的重点不是骨刺的重点有没有压到神经，对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黄色就是神经，它每一节负责不同部位，例如说高位的神经可能会分配到跟呼吸有相关，那到第四、第五节可能会跟肩膀有相关，那到第六、第七可能会跟肩胛骨或是手指头的力量那些会有相关。对，我知道今天你特别制作了一个板就是像我们低头族，它颈椎是相当负担相当重，可以给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一般我们在挺直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头的重量大概4.5公斤左右那如果在弯曲在低头的时候，会有一个转折点，那转折点就像杠杆原理的支点一样会承受大概6到7倍的重量所以可能甚至会转折点会承受到将近27公斤左右的压力。那我们平常就是哪些的工作或是哪些的那个生活习惯，像刚才你说老师如果他抬头会影响到吗？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比较会造成颈椎的受损？比较常见是如果年轻化大部分就劳工劳工他要长时间负重，他可能会因为一些反复的小的受伤，那再来就是说长时间低头或者说坐办公桌他可能会一直一个抬头的姿势来看荧幕这个都容易会造成颈椎的退化。你刚才讲到坐办公桌嘛，像我们医生有时候看诊或是办公都是要，那正确的在办公桌之前要怎么样来做可能会好一点？首先要双脚着地要踩到地上再就是抬头挺胸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记得要收下巴。其实我们在常常颈部酸痛的时候，透过收下巴挺直这个动作就可以改善那再就身体要尽量靠近办公桌，因为我们若远离办公桌的时候，就会不自主会有一个像闻东西的姿势，头会往前伸来看荧幕，其实这是一个无形的抬头动作。对，盯着电脑荧幕有时候一盯都一个钟头甚至像刚才那个低头族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我们在办公桌或什么哪些运动呢可以减缓这种发生或者也不会增加骨刺的增生呢？首先就是说大概定时可能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要起来休息那再来就是说除了左右转头舒缓以外，有一个就是要训练脖子肌肉后颈的力量就是当我们要右转的时候，右手跟头互相抵抗所以这样脖子就会用力对，反之就是说换左边头用力往左转，左手互相抵抗，颈椎力量会用力来训练脖子的肌肉力量，就可以减少退化。我们平常都只会做仰卧起坐啊、伏地挺身来训练腰部的力量，忘了其实我们颈椎的力量也非常重要了我知道你处理都非常颈椎很多问题下一个个案呢，颈椎都快要压断了，他才来找你。我们来看这段刘先生的个案。可能下半身冷冰冰的呀，你扣扣子都不会扣，自己也穿衣服也不晓得。然后穿鞋子都会掉。刘德福回想起今年过年时，他就已经出现手脚无力的症状，却没有立即去治疗，直到痛到无法忍受，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才赶紧到急诊就医。急诊室也是受不了，相当痛苦。我说不然呢，直接回去就算了，直接往生就好了，何必做折磨？他已经没有办法坐起来，一坐起来就四肢好像被电到一样，有电往下传的感觉，就会没有力，还会神经痛，所以他那时候在医院都只能躺在床上。刘德福到院时已经有瘫痪的情形，急诊医师赶紧安排他做 X 光、磁振造影的检查，希望尽快找出他离病的原因。刘先生他是脊髓本身被压迫到几乎都快断掉的程度，好，因为他已经脚没力了，可能因为一个跌倒有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脊髓损伤，就没有办法复原了。从检查报告显示，刘德福的脊髓神经已经被压迫到几乎看不见了。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洪祥义医师立即安排他做神经减压手术。他问我说你会不会害怕，我说我不会，我连一点紧张都没有。
洪祥义医师顺着皮肤的纹路切开颈部前面的组织，再用牵引器将气管、食道及动脉间隔开来，找到颈椎的椎间盘与椎体。因为食道就在正前方，所以很有可能会食道损伤，食道损伤的死亡率非常高。这个，对。那第二个就是说，颈动脉在外面，如果损伤到颈动脉，有可能会中风。由于颈椎的骨头在颈部深层的地方，再加上退化后的椎间盘又细又狭小，因此透过显微镜的放大功能，将压迫到脊髓神经的椎间盘一一切除，达到减压的效果。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慢慢把神经跟骨刺分开，整个减压完后就可以看到整个神经会膨胀回来。白色的这是神经已经膨胀回来，那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白色的里面啊，隐约有点在脉动跳动的感觉，就是脑脊髓在流动。在大范围拿除椎间盘与骨头的情况下，洪祥义医师在刘德福的颈椎放置椎间盘融合器，再加上骨板与骨钉固定，维持颈椎稳定。我是刚才不是讲过说我的身体是冰冷的，连穿衣服、穿裤子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手术的第二天，就有体温了，温度就上升了，就有知觉，我手术是非常的成功的。或者是很感激他，他能恢复到力量，完全恢复，可以走路，只剩下有一点麻麻的，那就是神经受伤的后遗症的神经痛。所以一般像他这样，大部分都已经全瘫了，他还可以走，力量都很不错，这样算是运气蛮好。术后恢复良好的刘德福，回想起当初有可能瘫痪，到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他感恩洪祥义医师用妙手让他恢复新生，不错了，啊，还会走路，还会拿碗吃东西，什么东西都会，对不对？像就当天给我的，赐给我的，相当好了。洪医师哈，像刘先生这样哈，如果他压得蛮厉害，如果没有立即已经无力了哈，如果没有立即的治疗会怎么样？就是说他已经有无力，代表说他脊髓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迫跟损伤哦，那可能会因为跌倒哈，或者说头可能或者开车紧急刹车，头轻微甩了一下，就会造成脊髓损伤。就像我们所谓的甩鞭呐、症候群哈。那我知道他刚才我看到那个颈椎哈，好几节磁振造影上面都好几节哈都有这样压迫，那是不是每一节都要把它这样处理呢？除了民众会有这个问题以外哈，医师也常会面临这个问题哦，是不是说每一节骨刺都要拿掉？我们老师教导我们就说，我们是治疗病人，不是治疗影像所以说要看说是到底是哪一节对他造成的影响造成伤害，只要把那一节开掉就可以了。对，因为好几节嘛有时候你开的反正会造成它的不稳定，会有时候牺牲更大。所以临床的检查就像你们神经外科嘛，神经检查就非常重要哈。刚才你开的叫做显微的手术嘛，是。那开显微手术，为什么这个要用显微手术来开？因为椎间盘的高度大概是0.5公分，退化之后可能只剩大概0.3公分的高度，非常狭窄，又在很深的地方。那平常连光线要进去都不太容易所以说显微镜除了可以放大以外另外就是说它可以提供很充足的光源，所以可以把神经和骨刺都看得非常清楚。对，我看到你们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其他很多地方是不是也在用在显微手术呢？脑部的手术也是常会用到，例如说脑中风的再输血块手术。那像现在腰椎也是都流行微创手术，也是可以透过显微镜来做那个腰椎的椎间盘切除。对，我知道开刀就是有风险的，虽然刘先生说他不怕了，可是他已经压得很严重我们在做减压，这种时候是不是那个风险是不是比较高？那这些开刀有哪一些风险呢？因为神经其实就像豆腐一样的一个脆弱对，那一般是有缓冲的空间呢。那像刘先生已经压到都已经没有退路，快断掉了。其实我是很担心说我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根稻草，可能我因为一个稍微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他可能神经就真的断掉，就真的完全瘫痪的。对，我刚才看到已经压得很薄了甚至于就是说我们的临界值啦，稍微不小心，可能就真的只会垮掉那我刚才，大家观众朋友一个最近先常常听到医生在介绍叫人工椎间盘什么情况要装？是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要装这种人工椎间盘？
一般就是说传统手术是做融合手术，就是说把骨刺拿掉之后放个融合剂进去哦，可以让它长得跟原本一样的坚硬。那但是这样就会牺牲掉一点点的活动度。那所以说，如果是年轻的病患，那骨刺是比较少的，它只是因为受伤造成椎间盘突出，结构是完整的，他可以考虑说是把椎间盘拿掉，放个人工椎间盘，可以保留原本的活动度，可以降低临近节退化的风险。对，我知道刘先生呢，他本来也是看护嘛，哈，脖子好像也撑很大力，所以受伤的哈，就是，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哈，另外的受伤，可能不当的推拿也会造成脊髓的损伤。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在工地卖饮料是谢桂江赖以为生的工作，每天提着重物长达十几个小时，对他而言，肩颈酸痛是家常便饭。在工地卖饮料啊，要提啊，然后后来手酸没办法，应该是提重的东西可能是有拉伤还是怎样，自己是这样想，所以才会想说去用推拿。谢桂江认为肩颈酸痛不是什么大病，他透过推拿的方式来改善酸痛的症状。他都喜欢去听一些什么秘医啊，然后去给他推拿，还跑去台北。只是多年来肩颈酸痛的情形一直无法彻底解决，为了改善这个状况，谢桂江转职做家庭主妇。而在家闲来无事时，玩玩电脑、滑滑手机是他消磨时间的方式。昨天晚上11点玩到早上5点，很夸张吧？就从早上睡起来还是在那边玩，玩到晚上睡觉了。不再挑重物，但每天使用电脑与手机又是长达十几个小时。谢桂江这样固定姿势不动的状况，已经对他的颈椎造成莫大的危机。就是他也是因为那个长期姿势不良，会造成那个颈椎的退化。那退化久后，他异常增生的骨头，在那时候已经有手麻的症状，只是他没有去就医。在一次与朋友出游时，谢桂江颈椎隐藏的危机终于爆发了。玩水的时候，手刚下去就爆掉了，这手都触电，你们都不能摸到我。对啊，那时候已经痛到真的没办法。他觉得像火烧到，你要跟他握手，他觉得痛到像被火烧，像有脱皮的感觉，而且没有力气，这就很典型的脊髓损伤。检查发现，谢桂江的脊髓神经和正常的相比，已经被骨刺压迫到只剩下1/4左右，再不治疗，随时会有瘫痪的危险。洪祥义医师立刻安排他进行神经减压手术。他压力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前面钙化的骨刺哦，那前面这个黑色全部都是骨刺，把神经挤压压扁的。那甚至连那个白色的脑脊髓液都过不去了，最后会从颈椎前面进来，透过显微镜看过这么深这么狭长的细缝，把这个黑色的这骨刺在显微镜下仔细的跟神经分离把它全部拿掉。洪祥义医师透过显微镜一丝一丝剥离椎间盘，减轻脊髓神经的压力，等神经慢慢的恢复，再进行融合手术加以固定。那你握手看看，来用力握手，力量不错哈、哦。来换右左手，用力。融合器刚塞进去的时候，跟骨头还没有愈合，有可能我们塞进去的东西会掉下来。在门诊会再追踪 X 光片，看骨头愈合的程度，那就可以把颈圈拿下来。谢桂江现在除了颈部跟手还有些微的酸痛外，原本触电般的感觉全都消失了。那你之前那个痛的感觉，还有烧伤感觉，这应该都没有了。我们想用力进去握进去，用力弯进去，很有力嘛，对，力量都不够。那所以说，因为你的手术的范围蛮大的哦，那所以之后就是后面的肌肉的力量可能就需要加强。那是手扶的头，然后对，然后你转头的时候手互相抵抗，然后脖子肌肉会酸酸的。对，会，你刚开始做起来，这样就对，这是在训练脖子肌肉的力量，所以你每天都要做15分钟，然后把力量练强一点，才能改善这个酸痛。酸痛。在洪祥义医师细心的嘱咐下，谢桂江每天在家做复健，训练颈部肌肉的力量，也防止其他节的颈椎退化快速。现在手酸痛不会酸痛啊，现在就是颈椎的问题，就是
会有酸呐、啊，因为刚开完刀而已嘛。真的医生好，开得很好，这次真的很谢谢他，真的很谢谢洪医师。洪医师啊，我们知道多少像谢女士一样这种呢，就是多少都会酸痛嘛，有些就是按摩啊、推推拿啊，症状有的会解除。可是到什么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要来看我们的神经外科了。因为初期的时候都还没压迫到神经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脖子酸痛，或是会转移到肩膀，或者说甚至到中医所说的膏肓穴那边椎间盘肩胛骨附近的酸痛，这个时候透过附件都是会改善的。但是一旦出现手麻、无力或者说走路不稳的时候，就一定要尽快就医评估，看看是不是有神经方面的疾病。对，推拿还是很小心呐、啊。有的比较老人家哈，骨质疏松哦，或者他颈椎不稳定的时候，其实也要经过我们医师的鉴定才知道。可是谢女士哦，你好像一看到她的时候，哇，你就知道她应该是颈椎已经压迫到。你是为什么这么肯定，或者她是颈椎压迫？因为她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双手无力哦，握力也都在剩一两分。那、主要就是说有明显的那个脊髓损伤后的神经痛哦，所以摸到它就像烧伤、像没有皮肤一样的刺痛。那这都是很典型的脊髓损伤的症状。那还有双下肢无力也是啊。如果是脑中风的话，大概是会以单侧为主。对，我们知道刚才那个谢女士要戴颈圈嘛哈。现在还是夏天过了哦，夏天的病人都说啊这么热不要戴了，他想戴的越短越好。这颈圈有什么作用？要戴多久呢？因为一般放融合器进去的时候，初期骨头还没愈合，它是有风险会掉下来、所以一般是建议要戴六个礼拜到十二个礼拜、那要依临床状况而定哦。例如说老人家骨头比较疏松，可能就要戴久一点，我们会在门诊哦追踪 X 光来评估。那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哈、融合术嘛，那你们神经外科把我们的颈椎都融合了，就粘起来的意思、啊、那我们脖子是不是不能动？这个会不会不能动？这很多民众都会有这样疑虑哦。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转头哦，主要是在高位第一、第二节颈椎负担将近50%的部分哦。所以我们一般手术是在3到7节哦，它对转头是不会有影响的。顶多可能就是说低头或抬头会少了10度。那这实际上对肉眼上外观是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最后哈，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跟我们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有长期肩颈酸痛的话哈，一定要找神经外科医师评估，看有没有压迫到神经。那如果没有压迫到神经的话，其实实际上有90%的病患哦，透过复健是会完全改善的。那如果没有改善呢，还有可以做疼痛神经的神经阻断术。或者说做雷射，或是高频热饮疗法都可以。对，很多的方法哈，可以帮忙解决颈椎的问题。今天很谢谢我们洪医师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谢谢。多发性肌炎是一种侵犯肌肉为主的自体免疫疾病，病人的上臂或大腿出现肌肉无力或疼痛。在慢慢的，就很吃力的起床，我自己感到也很恐慌，很急。一旦发病，没有对症下药，病人从全身肌肉无力、倦怠等症状恶化成肢体瘫痪，甚至心肺功能受损。本周智慧人医守护爱风湿免疫科医师要带您认识少见的多发性肌炎。